我智商啊200多啊，有文高过我，举手啊，手指高。喂，小弟靓靓仔，靓仔嘅，边个手指高？你俾个咧，志伟哥。我系佐敦马士人，我小弟开麻雀、百家乐、时钟、川菜、美甲，我43岁，我喺佐敦22年，我姓黄嘅黄志伟。系牙刷点啊？打我阿爸。我想问呢度有冇人识啊？陈展鹏，陈展鹏有冇人识啊？先听。陈展鹏咧，我有佢电话，我有佢微信，但我唔会讲出嚟啊。嗯。欧维伦，我结拜嘅。欧维伦踢波。黎乐意咧就帮做我以前开 SPA 水疗嗰时咧，我就俾500蚊佢，做个代言人，唔系同佢玩。呢、這个叫黎乐意啊。嗱，小弟部跑车，呢、這个陈维敏，系我契爷，我八个契爷，万兴。三點水同一間公司，你明白我講咩啦？你識唔識華喜？識華喜咧，12月2日搞生日會喺我石硖尾多彩酒樓，我有去三圍，我剪咗席位，我封佢1000蚊利是。識唔識小花仔？識，佢都識我智慧哥。向華強識唔識？識，食咗飯。華強華勝識，我契爺天哥石排灣第一在華事人金寶健。親阿哥，你識唔識？識，五哥識唔識嘛？佢識。我哋成日喺尖沙咀食飯飲酒。知唔知阿南區咧？上個月喺個百樂門擺酒，我哋都有到九龍灣百樂門宴會廳。四大公司嘅創館，我都識。而家啲大佬都收埋收埋，點解你要咁高調話自己做大佬？啊，唔拉，我未俾人拉過啊，未俾人拉過，真係想試下。